你好，我是 P 两是半格斗竞技场。哎，那我们这次搞了一个观众场的一个社群日嘛，我记得我在 YT 上方这样讲。那接下来的里面就会是关于这些这个观众场的一个记录档。哎，对，那我觉得这些战斗都是挺不错的。哎，对，那如果你也觉得这个战斗挺精彩的，哎，对，那不妨考虑一下按下那个订阅按钮。哎，那我们已经非常接近2000订阅了。哎。那这个订阅也是不用钱的，而且你随时都可以反馈。此外，我们有 Discord 群组，对，那里面可以跟我干话，可以跟我聊任何东西。那你也可以讨论暗格斗三、暗格斗竞技场，什么都可以。那我觉得你可以考虑加入一下，哎，对。如果有观众场，然后又不是在 YT 直播的话，没有办法开直播的话，那我基本上都会在 DC 上面找玩家，哎，对，所以如果你想找我对战，哎，我非常建议你来到 DC，哎，对，你就可以找到我那。如果我也有空，哎，我们就可以来个友好的对战，哎，对，那就这样，好好享受这场精彩的战斗。哦，啊，What the fuck？问号问号问号，他有福德下欸，What should I do？他还有杰特，Oh my god，八的哦，正好等级九，感觉这一场有点难哦，这一场感觉有点难哦，对，我想一下，我想，What should I do？如果他用零皇帝的话，我应该很尴尬，我如果用零的话啦，Alright，Let's go！火位时间，好，那我们这个开场就是要给各位一点杀必死，你知道吗？杀必死，哇！进来归我啊！哦。哦，非常不错嘿，抓到！Here we go。OK，这个反应很快。有，嘿嘿，Got him once again. Get out of here. 我想说他应该也跟时候差不多要思考。我刚想说他应该要准备要那个开暗影了，可是他并没有这么做。I don't know why, but anyway. 好，我现在换上怡宝，我不知道他的皇帝是怎么配的，他有可能会有开场，不是变形后有满爱，如果有这个的话，我会挺麻烦，说实话。我说我有带爱与敏捷度了，对吧？Get out of here！你以为我离你很远，我就抓不到你了吗？哈哈哈哈 No！然后我发现装置好像有点卡，对吧？有点麻烦，我可能等一下要调整一下游戏画质。好，那他会怎么做呢？What you gonna do when it comes for you？OK，医生的打法。No。哦，shit，好死不死。OK，这有点不妙。嘿嘿，我
我说过了，我有艾米杰度。哦，是，这很不妙。No。No。抓到，谢谢。嘿嘿。送温暖啊。OK，那怡宝可以做掉弗伦夏，对我来说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。那他下一回会是杰特，那对付杰特其实是一件非常非常非常麻烦的事情，尤其是我这个组别，非常不适合。其中最适合拿来打杰特的，我想就是怡宝了。不过 ，Bastille，OK，这个挺好的。完了完了完了 ，OK， 好，他用出了攻击方式。哦、oh,，No。啊，shit， 可恶，他知道，我以为他不知道，他知道你宝的弱点，可恶。好，如果你不知道我刚才在讲什么的，我只能跟你讲，你逊爆了，不是，我是说，怡宝的前拳拳就是滚波刀啦，在使用后它的硬直其实还挺长的，我再加最后一下。我以为他会继续打的 ，No， absolutely no。我的，喝，快喝，快喝，哈哈。What you gonna do? We come for you. 啊，可恶！噗！好，算，抓到。Yes, there we go. 谢谢谢谢我们的问号问号问号，虽然我不知道他的 DC 是谁 ，but anyway, OK， 谢谢参与，还挺精彩的。我发现我没想到今天这一个我可以很欢乐的去玩，就是我刚刚其实你可以看到我火位开场直接就 taunt 他了，因为我想说可能对手的实力不怎么样。对不起，不过我得说，这一场是一个不错的战斗，我得这么讲。虽然说，它其中有一些操作其实挺迷的，不过 ，but anyway， 它的整体来说的结果算是不错的。嗯，对。